家是一生一世来顺看主的话语。今仔个讲到，我说题目是青年合传福音。感谢大家平安。平安。请咱先开，啊是咱请咱来跑跑的那个登记生活队员的习惯的话术。有一个生活在音乐的歌词，咱到底每个人的这个歌词有个拍出来感动。来，主啊，我会顺服你，我会相信你的话。主啊，我会顺服你，我会相信你的话。为你的心，我会服了；人心的意念，我会帮你。为你的心，我会服了。心的意念，我要按你搁转去头前，主啊，我要顺从你，我要听按你的话，主啊，我要顺从你，我要听按你的话。其实做一个基督徒，甲一个无信上帝的人，人生边啊拢一世人在活，但是迄个活无同款，敢若在遮。有信上帝的人，心内尊主最大。上帝是我的主，我完全幸福。我也阁有我的想法，但是当我的想法甲上帝的想法一致的时，安尼我甲上帝脚步是一致。当我的想法甲上帝的想法无同款的时，我要安怎？主啊，我要放你，我要断掉。我欢喜幸福，这个就是耶稣伫去西马尼伫咧讲，伊最后的祈祷也阁讲白啊，乃当甲这个苦果离开我，总是唔是照我的意思，是照你的意思。所以伫遮耶稣的意思甲上帝的意思，伫遮其实耶稣家己甘家己要背这个事件 ，no， 伊是直直咧想，伊嘛直直伫咧。走向这条苦痛的路，但是到这个真关键的时刻，随时地耶稣甲家己提了，愿你的旨意得成。这个是有信上帝的人甲无信上帝的人上大的差别。所以，嘛用这个运用伫咱的生活，逐摆伫你甲你的厝内，你甲你周边的人伫咧生活，当这个生活意念做法无相像的时，都要控制，唔通让你的嘴讲伤济个话，唔通让你家己占上权的地位，迄个是都要缩落来，对啊，教我安怎样教你的意思。OK， 多谢，那个李老弟。今仔日我用的题目，就要另外看看了，好不好？今仔我用的题目是青年甲团福音。拄只潘金乐伫咧问我讲，牧师今日甘总会、中会，啥物青年的组织？我讲唔是。啊，是安怎？我今仔日用这个题目，我想咱英国教会之后应该开始咧注重青年、少年组织咯。我毋忙咱中间受托的人，大家人努力来开始注重这项。啊，牧师家己本身，我伫35岁以前，对主日学到中年是我的专长。35岁了后，我去读老人学的博士。啊，对遐了后，我的人生就由中年到老人到80年后做我的专长。啊，所以即边即个只还有人去补，等我甲精神客对遮来时，还有人去补即块。啊，佫另外一个意思是，因为过去咱台湾伫咧庆祝青年节是当时。39啊，我要甲咱讲，这个日子未来应该会怎提调去？这个日子有可能未来怎提调去？这是我的想。你知道329做青年日，329做国家的结婚日，迄个原因在伫倒位？黄花岗、孙中山。孙中山离开，才开始有一群人在孙中山先生推翻晚清帝国。啊，
所以就甲即群少年人，因所做诶真要紧诶，甲定做青年人。请问孙中山带遮个人伫咧推翻满清帝国，对伊诶人，伫身边诶人拢是老诶，较侪中年诶，较侪是少年人，较侪少年人。注意哦，拢是20岁左右诶少年人。20岁左右的少年人，竟然在孙中山先生推翻整个大大清帝国。我阁补咱一个消息，到底孙中山先生身边遮的四大寇，拢是教会的青年。黄花岗72烈士，3/2拢是教会青年团结人。对，我是今日报你这个消息，你等去查所有资料。即摆历史伫你甲这个物件，这个基督徒的背景的电话真哩无去，基督徒的背景真哩无去。啊，但是咱来知影，一群青年人，因用因的热情，用因的理想，用因对基督上、对上帝遐领受，要安怎起造一个上帝的国，会当。改变整个一个腐化的大清帝国，我想迄是教会青年自古以来伫伫咧想的事。所以20岁的青年，咱应付教会，毋茫爱大大重视即群青年人。嘛伫遮，我要甲所有遮个青年讲一项，请你毋通看家己是少年，只要你16岁以上。你对你的爸爸妈妈讲话就拢有力啦。你注意听，你爸爸妈妈定定要创啥，人问讲你今仔要食啥，咱家老出来外口食甘果。请问，当时大人啊，活倒转来，伫咧问你的意见，10外岁囡仔，20岁的青年的意见的时，等于开始回头转来咧问你，你的回答的影响会哪会，会啊会，绝对影响。过去的社会，囡仔人点点，即摆的社会，恁拢都爱听者。啊，若无老啊，恁两个家己出去，阮拢家己当厝内，阮泡面嘛好。因为这个时代已经伫咧改变，嘛，请咱厝内，恁老20岁左右的囡仔了后，包括伊30岁，你拢爱注意听。厝里的家庭若要兴旺，开始你都爱听遮个人的声，因为因伫这个时代内面。因为一挂新的想法，今仔日我就是用这个做基础，啊，今仔日定做青年甲团队。请问这几幅图是耶稣的画像？倒一幅图较像真的耶稣？真正耶稣真困难啦，这拢是想象画啦。倒一幅较像耶稣？OK， 简单用迄个，只有4幅图，你认为倒一幅会较像耶稣的脸面？倒一个？右下角对无？为什么你会想讲右下角这个会较像耶稣？唔通袂记耶稣迄个时，耶稣迄个时几岁面啊？30岁囡仔，咱即摆伫外口咧看到耶稣的像，拢画了伤老。其实耶稣伊到伊死嘛，才33岁尔，伊出来的时才30岁。注意哦，耶稣30岁，对咱来讲30岁囡仔，伊竟然伊所做的事，2000年后的囡仔就。伊所讲的话，也搁伫2000年后的今仔日，伫咧互世界 upside down， 这叫做冰车哩，吓，也搁3日顶，整个世界到即久的运动，拢也搁受伊一个影响。耶稣，伊毋是老人。孔子出来也伫各所在咧说的是，孔子几岁啦？70几岁。
还是要过十岁，所以是年老。耶稣三十岁囡仔开始，所以咱今仔咱伫咧讲青年。我已经第九年要第十年，第十年伫中华师范大学教一个课，叫做生死甲结合。张师大爱我伫教的时，我就接受这个邀请，然后我就去我接这个课，一挂学生甲一挂教职员就甲我讲，王老师以前伫咧教这个课的人，因为生死与哲学。啊！你大人拢在讲鬼啊故事，拢在讲鬼啊故事。啊！我讲这个课真哩要紧啊。OK， 啊，九年后的今仔日，然后爱我开两班，一班两点钟，两班四点钟，所以我拜一日晡，拜一日早起我陪这个上面。啊，中昼了我都在准备，啊，对三点到七点以前。两班，一班伊甲全学校上大间个教室，互我九十六个年个教室，互我。你知要选着这门课，即摆偌济人伫咧选？千外个学生伫咧排咧选我这个课。所以呐，选着个人是真正安尼两支脚安尼翘翘，帮伊个帮选着这个课。王老师这个课是唔够快选，所以圣经学院个院长，圣经学院个院长，应该明牧师，我去的时候讲，牧师，王牧师，阮查某囝，我们选你个拢选袂着，啊，唔知要安怎，我叫伊来找我，我签一个伊就会当上我个课。即摆一般大学生伫咧教册，老师在面顶干嘛咧讲？因拢干嘛咧困？因干嘛咧玩手机？因干嘛咧做因个代志？我咧上这个课。大概人个头亲像安尼，拢点点听。到六点迄个时，我会甲因讲，恁大个人会当食饭，但是恁个耳照无，恁个目睭照无，恁敢若两项代志袂当做。恁会当食饭啊，然后因为迄个时，我甲恁当做恁若敢若外囝，我嘛无爱恁枵着巴肚。有的人血糖较低，有的人身骨干，恁拢看见恁的，但是恁的脚袂当翘起来面顶，恁袂当趴咧困困身骨，啊，恁都，这是青年人有当时啊，伫这个时咱要当教，伊无一定会听。常常我即马，我做老师都退休的人啊，我即马才小跑咧运动，啊，即马拄啊伫八卦山脚，我伫遐行，啊，逐日你会当看到一挂青年人。因拢无老师，也无即个长辈伫边啊。因拢一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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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当时啊真热，有当时啊真寒，拢一群一群，感觉伫咧跳舞，感觉伫咧因家己。啊，拢几啊点钟，也无椅啊，也无啥，逐项拢无。因有欢喜伫遐，我常常咧想，咱厝内吼，你安怎甲管都管袂听，现在人伊啊，也无老师，也无啥物，拢无，都敢若社团，人伊都家己安尼，几啊点钟。青年人已经有因的文化，因的文化不是咱的文化，咱搁较安怎样嘛是袂了。所以要安怎样，把咱家己教会的青年带好，已经不是咱这的教会那么话东话西。咱要安怎让因对内面开始出来？在哈佛大学内面，一门上夯的课程叫做《耶稣在哈佛》，耶稣在哈佛，啊，这个课完了。一挂学生钱拢存袂落去，即个讲着啥？少年人即摆因嘛有伫咧追求，因嘛伫咧想，但是因咧想个物件无一定是咱会当提供。因嘛伫咧追求一种个价值，但是迄个价值伫倒位？拄则我讲，有一挂少年人，因伫咧地，因想要地，但是领袖伫倒位？因想要参悟。但是迄个参悟的门有叫用踢的啊无？那敢那孙中山先生，迄个时伊身边拢是少年人，因为耶稣身边嘛拢是少年人。耶稣身边，耶稣若三十岁，到底身边遐是较老还是较少年？少年，
看他们拢二十几岁啊。OK， 即马问题是现代少年人，现代的青年人，选我的课真歹选，选入的时拢真欢喜，但是最近这几年、这三四年来，我看到一个现象，每一学期差不多有一个到两个，因好难得选到这个课，但是故意无爱来上课。有的人是对学期头到学期尾有来上课，但是报告拢无爱交。伊故意要让我甲做零分，你敢知为虾米？因讲唔是错，因后来我直直查，他有这款的学生，他有这款的学生，故意无爱交作业，故意无爱来上课，因为延毕、延迟毕业。我问了几条，才知有一挂人不爱离开学校，因为离开学校了，外口的社会当作好吃啊，歹吃。排斥，所以真侪人伫咧读硕士，唔是因为因真正爱读册，是因为出去因真惊出去，出去这个社会一个月两万几，还佫多啊，佫用超额呢，因无爱，工作嘛无一定好找着，找着的工作唔是因爱，你知影只有一挂不准开始咧出来，迄个有一挂管道开始钱呢，直直钱落来，啊才要出去。有出路，请问以前咱坐伫头前个只七十岁个人，伫恁个年代较好找头路，还是即卖个囡仔较好找头路？以前个恁较好找，还是即卖？即卖较好找吗？因为即久无一定爱骂你个孙，讲你是你笨蛋，我要甲你讲。四十年前的社会，五十年前的社会，只要你若想要工作，只要你有想要工作，就有工作通做。现在的青年，你想要工作，无一定有工作通做。我阁甲咱报告一项事，未来二十年，全世界开始行一条路，机器人代替所有的人的工作。郭台铭现在的研究的是什么？机器人，所以将来你咧做个工具，你咧做个工具，一半以上拢机器人取代，人个哪来哪无工作？这个社会哪来？若要照传统看，这个社会行到一个崩边。即个问题是，少年人开始还有新的创新。将来咧赛车，搁免规偌久？赛车唔免你家己赛啊，嘿！用车你坐去，设定好伊就家己甲你载到位啊。将来车搁会浮起来，走300公里的较外悬，走150公里的外悬。我想，迄个未来的社会已经唔是你甲我。即个问题是现在伫即个交接的中间，伫即个交接的中间，少年人已经开始产生一个真大的不准。讲即卖叫做奔时代，迄个奔就是嘣，那个炸弹嘣。啊，伫即个只，迄个所有的资源，唔是分配较好势，所有的资源全拢去吸，互大财团吸去。过去有只柑仔店、十八仔店，即摆十八仔店敢有啊？伫路角过去，逐个路角拢是柑仔店，拢有迄个三角汤。即摆迄拢去哦，大卖场、大卖家，规个吸了了，所只的所有只的工作拢无去。啊，大卖家，即个大财团，干咱一个财团，干咱规个家庭组成。所以你会当看到有一挂人，少数的人生真好个车，然后规个社会。直直往下挤。以前台湾的用用伫中产阶级、中产阶级，即卖迄个中产阶级直直消失。中产阶级消失之前，钱对面顶的富爷去，还是全规个拢落对下家来，拢落对下家来干脆。因为面顶的白皮拢是真少数，各行各业少数。那即个少年人，因拄啊面对着一款的变革的中间，
咱咧讲少子化，即摆台湾已经进行一项，台北市老人比囡仔人数较侪还较少，OK， 彰化，彰化市自由，彰化市，你来看去到黄金啦、啊，迄、那个凤冠啦，遐老人较侪，囡仔较侪，老人较侪。即个从啊，直直增，包括对都市，即嘛开始直直产生。所以，真紧真紧，台湾是即嘛已经是老人比囡仔较侪，啊，即、这个社会叫做老化，无人敢结婚，因为工作无稳定，收入少，无住直直关起，直直个，直直关起，收入无按无相比的增加，所以人的心开始恐慌。但是我要讲，亲爱的少年朋友啊，你唔免惊，拜托，亲像我伫咧交代我的囝，27岁左右拢爱结婚，30岁左右拢爱是尽量拢爱生囝，拜托，凭着信心去结婚，凭着信心去生囝，因为这个社会，敢的人，有信心的人，你也过会当看见，你也过会当活落去。以前阿公阿嬷的时代。因要结婚，因的经济好阿歹。即摆50岁、60岁，即个职中考的即个人，因当初咧结婚的时候，因经济好阿歹，拢歹。真少人伫咧结婚的时候经济好，生囝大家人拢真早壮，拢伫咧赚钱。但是一代一代就是安尼过，所以少年人。唔通叫外面的社会、世俗的社会，把咱影响太深。做你好大生，两个翁某至少爱生几个？两个以上，至少爱生两个以上。两个若生一个，安尼是人口增加减少，减少。所以咱咧讲人口，唔望人口的递增，唔望囡仔的人口的递增，你干呐即个简单的数字就好。两个翁仔某一定要生两个以上，安尼才一点多。所以这个社会，咱基督徒还有基督徒家己的伦理观、家庭观，来甲咱加上咱的信心。因为你若真正凭着信心向前行，这个社会你会看到稳定了在里。咱拄则伫咧讲少年人，少年人即现代少年人差不多真侪家庭的囡仔，从大学毕业拢爱付房迄个学贷，对无？迄、那个读大学一直拢真侪人去贷款，所以毕业都爱还学贷，啊，工作阁歹找咧，然后真侪人阁贷款买摩托车、贷款买车、贷款买厝。大家一直在贷款了，即个真侪少年人，伊都一世人，两个拢伫咧用钱。但是我要讲，少年人，咱教会伫遮，咱当然要开始讲到经济的话题，因为要安怎互人开始对即个有耐心的人物，唔勉强吼。你伫几年前，咱有迄个318。太阳花学运，迄几年前哦，3年前，当整个社会真恐慌，因为直直甲中国直咧签一挂服贸啦，甲直直咧做一挂遮，然后两边怎啊直直夹破，啊真侪正常的力、正常的管道拢挡袂牢的时，啊人真恐慌，啊中国人个怎啊直直食过这边来？手直直伸过来，咱台湾的青年，台湾的下一代要安怎？伫用所有正常的管道，拢无法通动这样事，无拍算。一寡少年人，嘣一下怎啊走去？你看又怎啊动？加在这些青年人，是这些青年人，是这些大学生。咱看做，咱敢若拢无伫咧关心社会大学生，嘣一下变做一个人，啊，咱唔知道出现对倒会走出来。这个太阳花学运，我要甲你讲。伊对整个台湾的影响至少30年，至少30年。所以是这些少年人伫近代中间，佮改变重新台湾的历史，重新改写，
青年人。青年人唔通想讲因无路用，青年人要咱怎样善导，互因会当看到家己的价值，然后一条路通走，迄个是行对真水的路去。是安怎？即个少年人伫教会内面就真侪教会伫遐伫咧看到咱的青年走伫倒去，因为咱的教会侪侪教会带咱想要死去。拜托，所有的教会，咱甲一寡教义的物件直直甲断掉。咱教会毋是咧教教义，咱教会伫咧教你的心内青年人啊，你的心内爱有上帝，你的性命对上帝遐来，你的性命要安怎回应上帝？迄、那个回应 ，response to God， 你要安怎回应上帝？因有一日，咱爱这个性命，上帝予咱30年、50年、70年、80年、90几年，予你家己管理。有一日，你要安怎转去到伫上帝遐，甲上帝交差？上帝甲你讲，我予你5000、2000、1000，你这个你安怎使用你这几十年的人生的路？咱某青年人讲不要紧，你甲士大人关迄、那个看法无共款，不要紧。你个黄牧师的看法拢不要紧，无同款不要紧。你要安怎画出你家己的价值？啊，迄、那个价值阁会当荣耀上帝、利益人。只要你把这两项弄好，你怎样画拢好。因为我安怎让教会这个青年人真正会当，伫因伫咧成长的时候，有当时爸爸妈妈你爱陪伴，有当时伫教会内面，伊生命的多一个阶段拄着真大的创伤。啊，是犹豫的时，然后教会有一寡中，就一寡比较哥哥姐姐会当出来陪伴陪伴他，有一寡辅导会当解决伊的问题，解决伊的问题，互伊伫遐真正会当看到讲，我的人生甲教会就我，我是一个厝内无注重教育的人，我的老母伫我读高中的时、中中的时就死去了，我伫国校高中的时。要甲老爸摕着钱，讲要读册、住册，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拢在去找老母，啊，老母所以住这钱，拢是对老母的迄个衫橱啊、衫内面安尼变出来的。啊，无注重读册，天天他妈在讲读册无好呢，册食呢，去做甚？个，啊，伫迄个背景内面。我高中的时候，老爸无去啦，我老母无去啦。啊，这个老爸无完全无注重读书的老爸，完全行到伫遮，完全拢是教会，家在拢伫团契内面。团契，你若看即马五七教会、大中东教会是问题足侪的教会，啊，我是伫遐住，伫问题足侪的中间，也搁伫遐有咧唱歌、有咧吟诗、有咧祈祷、有咧读圣经。加在是这个信用规划大，这个信用大我着安怎样看人生的正面，安怎甲人相听，安怎甲人相好，真侪无共款的差异的人的中间，咱也阁会当虚造上帝国。加在这个信用，咱即个中会去到中英大学访问的时，出来款待咱的是中英大学的副校长，唔叫做老师就是。迄个前教会出来，叫做牧师。咱将我中过上入的这间教会。无奉吧？无奉教会。无奉教会。无奉教会。到今仔嘛，还佫20-30个人的会友。但是伫遐，李立玉先生一个女的，李立玉先生带伊一个囡仔庆祝，这个囡仔，产生囡仔。到即马变做新来院长，变做中年大学副校长。我想福音，咱要安怎培这个青年？咱要安怎让这个青年人真正咱伫教会内面去帮助出？因为我伫遮，我搁过来遮，你真少看到台湾的历史整理遮个资料，然后我把遮个物件整理出来，咱来看遮个影响台湾这么大。贡献台湾的、改变台湾、促进台湾写新的历史的这几个人，
因来到台湾的时候，二十几岁尔。咱来看，1965年马国医师，被苏吉兰来到台湾，几岁？29岁。伊休牧师1867年来到台湾，27岁。1872年马介国师来到淡水，28岁。伊一世人伫北部建立60间教会。1875年，巴金的牧师来到台南，26岁。第一份报纸，咱去广告社，那是伊第一份圣经的翻译，是伊建立台南新南院，是伊建立迄个的台湾的儒中中学，遐拢是伊。咱台湾医师1895年来到彰化，25岁。所以我要讲。当你来已经是25岁、30岁的青年，你唔通讲我还是我还阁真细汉，喏。你会当看到历史真正伫咧改变历史的，拢是这些青年人。我已经要退休60岁啦，我还阁伫咧做一个梦，我人生上水的人，破不了的人。教会阁阁伫咧对家，伫咧讲外口遐找无路的少年人。咱台，咱直直甲因讲，免惊，免惊，只有信。来啊，囡仔如果过淡淡，来啊，囡仔惊猫，直直带。囡仔人生唔知要行去倒位去，咱会当亲像耶稣甲伊讲，囡仔如果过淡淡，拢来一份永福教会，拢来伫永福教会找着这个信仰，找着这个上帝，伫遮有听，伫遮有陪伴，然后才好恁得着安息。所以咱要按怎滴？所以兄弟姊妹，你有受过一寡训练的，请你拢爱徛出来。站出来讲，我有一寡时间，我一礼拜有2点钟，我会当创啥？咱教会有真侪人需要陪伴。咱用华语来读这个诗篇，好唔好？预备来，行为如何指责？谨守上主法律的人有福啊！听从上主命令，一心顺从他的人多么有福啊！这样的人不做坏事，他们只走上主的道路。上主啊，你赐给我们的法律，让我们切实遵守。诗篇119篇第19-30安尼讲：所行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法的人，这类人有福气；遵守伊干净的话，专心诚意的这类人有福气。因无做不义的代志，因遵行伊的道路。第90讲：少年人要用什么？来倾听伊的所行，是着照你的话来说的。耶稣当时带这学生到处去传福音，这20几岁的青年人，伫传福音给人，报好消息给人，伫甲生命分享给人的时，这学生家己出了生命价值。所以青年人和青年人来到教会，因会找到上帝，咱当心来祈祷。主上帝，我感谢，伫耶稣基督，我找到上帝国其实是遐尼注重穿的。愿我教会、永福教会，嘛，逐个人会当来培养青年，给青年人机会。只要青年人提出好的意见的，我教会欢喜去尊他。我来祈祷感谢，做主的名。